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那么七月份又有一个节，当时释迦牟尼佛啊，伊要去另外一个所在，要度众生，要救到一个人，为他说法。他经过山区，经过山区的时，嘴巴啊，伊迄个叫阿兰呢，阿兰啊，真体贴释迦牟尼佛啊，伊伫行古边遐伺候。看了释迦牟尼佛了哈，看了佛陀世尊嘴巴，伊用钵，吼钵咧，就是要滴水，迄个山泉、山泉水啊，要滴山泉水，要给佛陀食。结果有两个魔戒，两个魔戒要害释迦牟尼佛，伊就进入这个钵，进入钵咧，哈要滴水，释迦牟尼佛要食时，迄阵都是大家设。以神通第一，大家射了看了，马上入定，将那两个魔抓掉，把抓起来，把直接把雪山，用雪山呢，把压掉嘞，断掉了，把断掉嘞，这边还释迦牟尼佛，还是哦，好家的闹赛啊，那俩嘛，好魔界好家的闹赛啊，啊，那这里大家射呢，啊，伊就有神通力。但是释迦牟尼佛伊也知影伊，大家说咧，伊甲这里都啊魔界甲掠走去啊，掠去雪山底。那么当然，大家说回来了，伊就问讲你去倒位？啊，伊讲去雪山。啊，佛啊开始说法，伊讲你把这两个魔界。阿修罗界，你像魔界、地狱界，加众生这两个呢？啊，你个俩个对雪山八百年，啊，俩个对八百年，八百年后，所以伊嘛一个出来，伊嘛叫从一个出来，出来迄种的恨心够发达，怨心够发厉害。啊，那么你现在有这个口，人有口，你为什么不用这个口？为他说法，为说法呢？你来个地咧，八百年教出爱出来，所以你爱为他，你不为他说法还是？哦，那大家要说呢，伊有神通，伊若拄到魔界咧，伊就来掠个这个地雪山，喜马拉雅迄雪山个地来滴，所以叫滚挂滚为山，地里地角来滴，地里地角来滴。哦，啊，为这说法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呢，各位把大家说的讲，咱人的嘴要讲的话，给众生有生命的话语，给众生有生命的活力，哦，这就是咱人用口的功能，不是用咱的口啊去制造一些啊这类无中生有的事事端端。是是非非，造成社会的乱象，安尼都唔丢起啊！哦，所以要用口来说出有益于众生的话语，让众生有充满的生命的活力跟希望。啊，所以大家说咧，伊咧啊，过去的习惯，拢阿伫阿爬雪山，唔知啊，就像大家说咧，啊伊。啊，这里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呢，啊，伊嘛无啊，伊嘛教上伫世间呢，也替要叫世间呢。啊，我听人讲啦，啊，我大家说，伊是
雪山的这鸡足山呐、啊，好、哦，鸡足山呢，遐个所在了哈，啊，伊定入定，涅槃入定，入定也吹出真真长，伫山呢，啊雪哪能卡呢？啊，讲发树根，真长的树根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迄个大家说伊的吹秋，啊，为什么他按灭度呢？啊，因为伊将真济灵界，他不用这个口，不用这个嘴。用这话语来抖音，敢新开一节，直接弄个掠一堆雪山，所以伊就爱看蛋蛋那个过去所地的，即雪山即个灵界、阿修罗界、第一界、即魔界的啊，因好、哦、开始弄出来，然后伊爱过去遐个说话，因为拍摄你个地八百年，你这八百年未用死。好、哦，啊，得两千年，两千年不用死，一万年，一万年你不用死，你爱等等人出来，等人出来为在为他们说话。你看，咱普通死翘翘，哪可能嘞？因果看未着啊，干嘛呢？但是菩萨之音啊，这为因的啥呢？所以大家说呢，伊转呢无灭度，伊底下等老家过去家，好、哦、能够。好，过来，然后出世，伊就开始个化身来，个为他说话，卖好恨怨的心，啊，造成人世间的灾难。安、啊、尼听无？所以咱的嘴爱讲爱心猪油，啊，咱修一挂迄个灵神通啊，咱莫聊聊啊，要讲掠地底倒去咯。咱只道教、道教诶，道家。哦，咱一挂读书，好，那用我去编啊，要讲释迦的灵界，是灵界，迄足不对的，要用话语来说话，用口、用嘴来为他开示。啊，以前在真侪年前，在彰化某一个地方有一间佛寺，啊，一间佛寺咧，啊，拄拄啊，内底一个妹妹出家众。啊！伊咧第三世界灵界咧，啊，进入伊个心中，伊个身上，啊，挂挂袂走。哦，因遐就是一个主持啊，好着举香板，啊，真是偏偏出家足侪人个扭个吼，啊，伊只烦咧，用香板卡片呾直个喊，喊袂喊无出哩，喊个安尼哀哀哀叫哩，讲你做哩喊吗？我唔出哩都唔出哩啦，喊死我嘛伫遮啦。好，用香板都要讲讲个出嚟。你看这样呢，喊个辛苦都乌青啊，迄味地内底唔出嚟都唔出嚟，对不？啊，那像红阿婆黄金，啊红西呢，啊伊个啊无立场，啊气魄呢，啊就气着红阿婆黄金呢，一闭一面上卡，好，把你叫出来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唔出来都唔出来。秘里面人卡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唔出来都唔出来，哈哈，赶快的道理。哦，所以你直直个喊就喊。啊，我就讲在讲一个代志呢。迄阵我已经开始在学行道，学修行啊。我讲恁爱甲讲，问伊，问讲你爱欠啥？伊就要求度嘛。你欠啥？爱偌济经？吼、哦，啊，我上经互恁。讲着做好哩，啊，布施做好哩，吼、哦，啊你安尼吼，即弯弯折折，吼，弯可解不可解，哈、啊，你怎么花花开讲花开讲，啊，接着花开讲。啊，到尾啊，迄个啊，灵界咧。好，照伫遐久，安尼卡差不多，哦，安尼差不多，无你甲讲，即个甲讲死，嘿，我要存在啦。你即个讲死，你还因果还业，即我要存在。你敢知影我甲伊丁先生有啥物瓜葛？即个两三法师，目睭金光好硬个，啊，后尾啊，即个转呢，讲要上偌济经费。啊，这样才离开才好，懂吗？啊，所以咱灵骨上有其他的灵界，外灵也是灵骨边，咱念佛
回向给咱身躯的义父灵，啊，念佛给咱身躯边的身躯心胸，啊，这的啊灵界众生，咱用安念安开，啊，然后做功德，去做布施，去做救济，啊，这功德拢回向开，那么安尼达至，比你叫啥法术法变，哈、啊，什么变高变好变嘛好，拢比较较有效。好吧，这就是咱用咱的嘴说出有意义啊人啊这个神啊法界众生的话语啊。那么你要不要发生的事，那么如何以后在灵魂界好、啊、完结因化来呢？一个上好方法，念佛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我爱各位认真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安尼若是讲有灵界法界呢，一听到南无就是皈依啊。若是有灵魂界其他第三世界，因为啥个不话来时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马上帮他皈依，化解干戈，息战争。啊，重点就是安尼。啊、哦，也是消灾化解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护书品。就是讲佛用、佛用、修行的人就是佛。你念佛、阿弥陀佛，这个时阵你就是佛。阿弥陀佛，这个时阵你就是众生，好吗？你念阿弥陀佛，你就是现在你就佛啦。阿弥陀佛，去死啦，去啥啦？这个你都是众生，好吗？阿弥，你看咱们做佛，咱们做众生。哦，所以生活时时刻刻拢在生活，生多时时刻刻拢在生多，成为众生时时刻刻拢在做众生。所以一家人啊，那真好消灭这家庭呢，啊，那是上可怜的家庭，那是众生之家庭。在以前，咱有一个老信徒，74、75年啊，民国74、75年的时。啊，都这个这太太对南部柳营过来，哈、啊，遐所在来台中，啊来嘞，来找我，啊听人报嘞，哈、啊，来找我，啊来，迄个时阵啊，就讲一家温，老早就啊开始讲，我哎、欸、太太，哦，老早拄只甲讲，你恁新妇骂你。好、哦，无定世人，你五亿恁大家的十分之一咯、哦。恁现在新妇，家你妈，家你亿，无你定世人，你亿恁大家的十分之一。他说，目屎未流啊？哈，阮新妇这回手段都有够大啊！因此，手法有够毒啊！安尼你呢？莫讲，后尾安怎？化解尴尬嘛，要安怎？哦，问我什么方法？有什么解？我都解，靠你家己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点难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心不甲你念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心有甲你欢喜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反正咯，南无阿弥陀佛，用得念南无阿弥陀佛。一日就好了，我有啊，无咩啊，啊，无钱够好，啊，过去开足侪钱，放侪嘛无好，安能这些嘛，欢喜心，啊，阿弥陀佛啦，你对无欢喜，啊，阿弥陀佛啦，你对无好事，阿弥陀佛，你爱做啊做啥，做啥，哦，因个心不咧，啊，得提起怎么啦，衰啦，无好啦，你用啊条阿弥陀佛，买插你啦，买甲你玩啊啦，买插你啦。哦，啊，就直直提，直提，直直提，直提掉呀！一一直念佛，啊，过两三个月来，迄阵都换，佫换，遐迄阵当时南部咧出山啊，啊，出山啊，换一人，山啊，足大山，山啊，要来还家。哦，老师啊，谢谢阮新妇吼，即阮新妇传的山啊。哦，要我创啥哦？讲我新妇，迄个要传互你食，即中间来阮新妇吼。哎呦，我
是真诶假诶？对我好是真诶假诶？我有够飘飘，卖对你卖，你嘛讲袂咧，对你好你嘛讲真诶假，煞疑神疑鬼，我真诶好对你好啊啦，哦，化解即个大概完结过啊，怎安尼咧？因家庭圆满咧，大家幸福，因为过去生所结诶恶缘。咱爱也要消灾化解，念阿弥陀佛，平常时南无阿弥陀佛，咩等候到教的时，才要来入灭佛啊！所以各位，咱时时念佛修行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咱迄就是拢叫做佛用啊啦，佛用咱继续来对法外境无情五对天与地对。日与月对，明与暗相对，阴甲阳相对，水甲火相对，此四五对，五对，对立甲对待。咱若对立，世间对立，永远没有解除这两种苦厄的一天。对待，才有。解除苦厄的一天，比如讲，我对你无好，你一定对我无好，这就对待，不是对立。我对你无好，你不要插我，这对立，对立不给讲着急咯。对待相互包容，有因果的，有因果的，所以对待。真还未去代表时，咱就以民意代表。较早是真青呀，真青呀呢，即任立法委员选不掉，选不掉也是诶，杂杂听人伫讲，想要阁换选议员，就走来市里问我，我讲你对待百姓，爱用真心，袂使用对立诶方式来对立着百姓，你若误着对立甲对待诶时，你阁选议员，你就会使咧。那无咧，你阁选嘛是袂调。伊问我师傅啊，三做对台甲对立，对啊？你原来人甲你好不容易，第一届。看你安尼讲到安尼艰苦一挂安尼足足足烦恼安尼吼，即同情人选乎你，你选着吊车尾。那么最后来呢，你就去哩，你袂晓要好好对待，才会甲你支持的人。结果你结一个屎坑亏，所以你即个机会选袂着，是人对待你的，以同款的方式来对待你，所以你选无着。正开腔去啊，点点点，我这对立甲对台五对，五对，五对咧，就是讲天一地对，一天一地，天地一乾一坤，老阴甲老阳是天地，有成功者就天，无成功者落地，一定的道理，咱人来世间。弄的斗在赌，在民国76年开始咧，那大家都在赌的时，我甲咱真侪师兄啊，我讲你啊，要赌赌的较大咧，老师你嘛咧博哦，你嘛咧赌咧博，我系啊，那签几号你拢甲讲嘿，我那签零啊，甲一啊，零甲一啊。是安尼个意，连个圆满嘛，一就是一化开天嘛。我多家己，我都修行上天嘛。咱的师兄真巧呢，迄期咧一直签零一甲一零诶，却钓袂少咧。后摆咧就要过来问我，来咧，我讲老师谢谢你，你钓偌济？伊讲，无啦，一撮尔。我讲你钓偌济，你按度后摆拢袂钓，
无啦无啦，我来还我的债啊！较早欠的欠的拢还了呀。好，一天一息对天甲地，我哎呦，我的道就是道，我好好修行，会当成道成佛，这是我真真正正人生上大的道场。虽然人生是赌场呢，起码什么有几亿几亿个啊，真的不是赌场啊，那是起码是人生的游戏呀，安尼尔。所以真正要赌，赌爱先赌先分。咱希望咱的宗门，哈，大家所有的拢会成成道成佛，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赌。嘿，也叫做天甲地，先赌者天，啊，这里叫做五赌者是天，啊，咱无五赌，咱就是地，地就落入地界。那么，跨在不天啊，不地。不天也不地，不浊者，执着两端是啥？佛用念阿弥陀佛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好、哦，咱认真念佛，你就有法度，哈、哦，这个跨在天地之外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告诉阿弥陀佛，法藏比丘一时发48大愿，跟6度万行，6度万行。啊，那么接受各种考验呢？啊，修成正果为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为西方极乐世界告诉，伊已经离开了咱现在天甲地以外去啊，极乐世界没有烦恼的世界，所以咱们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免管侬哦，你是什么宗啊？阿弥陀佛宗啊，多啊。前几年哦，在台湾有一挂佛教的大师在变卦，变讲。哦，伊就是哦，密宗的，会较悬境界，哦，佛教的，哦，这叫做禅宗的，较悬境界多少遍多少遍，你再怎么搞，什么宗拢两端不成就，拢未成就，啊、哦，阿弥陀佛，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啊、哦，这个就不走两边，啊、哦，所以咱各位。咱天一个地对，你如何超越、跳出天地之外？你嘛想到无？啊，我一家去想到，假使我来海底、伫水底，啊，面顶呢，吼、哦，佮火咧烧，啊，这水面顶拢火咧烧，啊，你伫水底，请问你怎么样离开要来烧？我问咱真济师兄师姐，啊，问因，啊，真济修行的呢，嘛唔得要安那，要跳出来，外口火嘛爱烧着，伫内底水浸死，你要怎么办？够呀，火水未济的时怎么办？灰水米血啊，哦，这嘛天地咧，这嘛相对咧，五对，说天地，那么。咱的慧能大师为什么交代徒弟啊？讲天甲地相对。我们在清华看代志的时，你看了正面的代志，你一定要另外一边来思考，一定一边来思考。啊，都这样嘞。啊，我哋咱还没开始的时，休息室呀，咱吴承阳吴医师，啊，伊甲我师傅啊，我的好多处境。花园啊，草啊，狗仔拢来放屎，吼、哦，意思要那个刮走，莫来放屎。我讲吼，恭喜啊！啊，伊讲狗仔放屎，我讲恭喜。我这个人孤立到狗都袂放屎，孤立到狗都袂撒尿，安尼好无？啊，狗安尼放屎来放尿，第一你是善良的。啊，第二你是慈悲的，第三你有爱心的，第四你稳得透啊，哦，果来富嘛，啊，鸟来去处啊，啊，算了，啊，鸟来呢吼，啊，你都莫去看哦，啊，鸟来你继续搁啊饲，啊，饲饲的，恁一楼的诊所，啊，二楼个买起来阵，囡仔遐济个奖吼，只能做客家，哦，都果来富，鸟来去处，搁买处，啊，所以狗来放屎，迄狗屎呢，哈你。好，你爱用另外一个来看待，
啊，狗是酒是阳数嘛，纯阳嘛。啊，咱先就是我等下未到伊来门口甲放屎。啊，恁兜有去放屎，恁爱足欢喜。所以天理对，你看书爱看双面，你无甲你看看单方。哦，你若甲输一支棍，那当然举来再试看，要放屎棍来举一下等吼。啊，摆下两盖三盖，因都无来放，迄阵你生理你就歹啊。迄阵我你高老强，这个无意思是高老人呢。吼、哦，含要去个放着屎尾，互伊都甲赶呢，对无？啊，你爱赞即口罩，四个互放屎去也无用。哦，高来放屎，那是相对你爱对待去看书，禅宗就是安尼尔，禅宗就是这样奥妙。那么你扫高屎，你哎呀，这高呢，甲吐出去。我告诉你，你甲屎高屎，你要甲唔管情况，甲吐出去，吐出去吼，两间遐高袂来放。后摆约袂来啊，咱就好歹。你好了，粪扫粪到你个扫到内底去卖，过来付。禅净双修见真心。老天赐福建天坛，速得流芳禅机山。黄道之国平天下，禅净双修见真心。老天赐福建天坛，足。